要放倒。关。好。要不要买一些卡片好了？算了，这一场。战斗。没有他，他说他要四条。他海外版，他就只有战斗。你没看过之前妖怪手表吗？妖怪手表，受不了，受不了，受不了，拿远一点，嗯。按住，你按住，不要一直按。对。这是妖怪手表，好爽。我啊。按住，拉一个距离哈。你放倒，放倒。耶，我把你打晕了。够了。算推理路程。我只是看到好朋友，到处推，到处推，东推一个，西推一个。他进得了传送门吗？好胖。新的、欸啊、我怎么都可以两只一样的不同品，他好像是刷别人的卡片就可以这样子。你先加自己啊，先加卢卡斯，先把自己加好，自己加满啊。然后我这个是什么？都什么？你搜什么？他们两个两个你在空中被连打、欸、不会怕364，喂，好低啊，好低的。你挥巴掌，挥巴掌，来呀、啊、545，妈被我丢割裂，620欸，620你也是很低，605。先加满那个卢卡斯，然后加什么？龙。哎，龙。贝利亚。贝利亚。光刃斩。你这样多扣一点血，等下如果遇到王比较大。光刃斩那个攻击蛮高了。1532，要死了，会死的，会死的。刚打塔的挥砍，会痛。299，吃到饱是299，吃到饱。354，还好。轰雷，龙王拳。698，698啊，应该过了啦，秒掉了。哦，1405，暴击，暴击，现在就是他们应该会倒，会不会遇到我们王了？会，告诉你，会，这股气息是来吧，这也没办法。
来吧，魔皮炸鲁，你的强悍、正义之光和勇气的光辉，谁啊？哦，魔族之王皮萨鲁，就是那肥仔了。巨巨人浩克，浩克超大，超巨大浩克出现，肥仔浩克，是啊，魔术之王死亡皮萨罗，来吧，先加那个龙跟那个谁，王者七先满，贝利亚跟王者七，贝利亚，把它加满掉，而且他可能可以出大绝，有机会、欸。不会有机会啊！你在那边乱讲。有机会啊，因为我们第一期已经三个满。哦，说不定会和前面的一样。是。哦，五一五。光刃好像要扣一半的伤害啊。一半而已。五八六，整个减少可恶。没关系。他好像七百多啊，六百多还是七百多？590，他伤害全部减低耶。对啊，不能输。没关系，撑得住，反要气。他拿剑打最痛啊，他从他肚子拿剑比较痛。等一下扫。等一下一定要扫。他可以攻击两次。这可以扫。超好。可以扫，要扫一下，等下再扫，先加满再扫。哦，可恶来了！我最怕就是那个，我知道。贝利亚跟那个巨龙满。魔族王，皮萨。扫一下，可以扫一次，免费扫一次。真的？对。下面说，你也扫到哈。这是干嘛的？不知道，刚才那个不是补血，这种补血。小火气息，刷痒。刷痒而已啦，我都不痒啊，还那么浓呐。你靠边聊，100到100的伤害。我抓羊，那另外一个比较好，另外一个还补血，不是另外一个，所以只有几天。这个补血比较好，补200多滴，其实没差，应该过了啦。哦，要不要打1000多滴了？要，要60。哎呦喂，61，还好，还可以。有挡炸油。我们三个还有三个在打，过了吧？应该过了。还没过啊。可以啦，没有啦，可以啦，没有，过了啦，647，对啊，还是我们的攻击都不够不了，我们还2000多血 ，OK 啦，只是没有，好像有出大局哦，有大局哦，没有，哎呀，没有了，扣掉了，你先加看可不可以出大局。应该有机会啦，我要吃两颗，看看啊，有机会哦。你要不要扫一下？再扫，还要扫啊？扫这个，扫兵是怎样的？扫他，帮我看，按住。扫兵是什么？你按。补血。扫什么呀？补200多滴血。哪有200？对啊，200多滴啊。250。看着乱扫啊，你有得扫就扫啊。完了，他扫啊，扫啊，我觉得可以。完了，他大扫你怎么办？哦，他干嘛这样？69。很痛啦！秒他！秒掉！先把他秒掉。终于，哇！他刚那个抽痛，哇！这个出分白眼，该出卡片了吧？被抓到了，分白眼，来吧！如果四星卡片，马萨嘎，打伤了，我想看我赢了，你想玩啥？刚排队，签到，可能下次了。
还不能不能分两排啊。那你玩这个啊？玩那个好了哈，去。还有钱吗？去投那个了。哦，来喽！四星卡以上，四星以上，有了啦！哎，阿拉不是跑出来？有四星，一定有四星以上，一定有。你看我说什么？四星以上。有啊，这只强，第二张，第一三，马扎克可以换一只了。太棒了！耶！有了。再一张吧。哦，好了，好了，可以了。不扎克。OK。你要刷水瓶。好了，可以回家了。就他了。就是的。OK。那个胖胖龙可以换下来了。哇，太好了。那今天可以了。那换爸爸买卡片，买两张卡片就好了。好，换爸爸。我你呀、啊，你玩换我啊。然后等下换哥哥他们。我们买卡片就好了。刚刚可以买什么卡片？他买卡片很快。我要再拿回来。大张哥，等一下啊。有了。拿印出来，等一下。我们现在可以买两张卡片了。只能是两张，刚好用完。我们买完两张就走了，就等妹妹，知道吗？有听到吗 ？OK， 今天终于出了，踏鬼风。今天在什么国际馆？我印出来了，终于出了。好，给我，给我。好，四星卡取得，巴扎克 ，OK， 拜。我等下就看。